在的熊孩子，真是可恶呢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群熊孩子下手真是重。你不会把我吃掉吧？我看起来有那么恐怖吗？是啊。放心啦，姐姐不是坏人。你不要过来。乖乖，不怕不怕。告诉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再哭啊，我们家小泽就要变成小花猫了。不是，真的好痛。是眉毛这里痛吗？那妈妈帮你呼呼一下好不好啊？妈妈。小泽，快看，是谁来了？爸爸。北泽哥哥。小林，北泽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你要干嘛？不要过来啊！谢谢，北泽哥哥。走吧。米莉，怎么电话也不接？我。北泽。刚刚那个姐姐是谁啊？小孩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不是北泽哥哥喜欢的？少跟我贫嘴。你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知道院长多担心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痛啊。哦，院长，哥哥他欺负我。那么多小朋友，就你最不听话。哎呀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，快回宿舍去。是。这么冷的天真是累坏你了。没事的，院长。怎么样，陈姨的病好点了没？今天学校有事没来帮忙。不好说呀，你陈姨的病一直没个好，现在这群孩子一直就靠着你和我这把老骨头，唉，以后呀。没事的，我在的。你这样终究是不行的，学业为重啊。唉，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院长注意身体，我明天再来。院长。院长家人，老头，你干嘛？不认识我了吗？水华呢？水华，哎，先让我进去吧，傻小子。院长原来叫水华吗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所以我做的事情你都知道？废话，不然早一脚把你踢出学校了。可是我从没听说过院长有家人啊，你和院长什么关系？这就说来话长。那年我和他郎才女貌，两小无猜，早已情投意合，可奈何天公不作美。水华，水华，你出来见见我呀。你死了心吧，我女儿明天就出嫁了。水华。之后他就嫁人了，对方是一个家境阔绰的知青，我也终身未娶。8年前我俩再次相遇，才发现他也孤身一人。都是往事了，无需再提，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水华病倒了，福利院的孩子。福利院还有我在。你年纪还小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，交给我们大人吧。好了，我去找个护理，没事儿你就回去吧。哦，好吧。最近城南福利院需要几个有爱心的义工，有没有家住附近的同学啊？最后两节自习课就可以提前出校。啊，我还有我。很好。还有吗？有意向
待会儿可以来找我。